我刚刚寻房的时候，他还在床上躺着呢。 刚才是在床上，他现在人不见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这也没有，没有。我去那边看看哈。这样，你东边楼梯口，好。你再去游乐场，你都赶紧的。 看到一个这么高卷发的小女孩，没有。奶奶，她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小雅，你别急，我们立刻找到的。 这么高一个女孩，6岁左右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您别急，我在找找啊。蕾蕾，蕾蕾，你去哪儿了？蕾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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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蕾蕾们，那边我也找过了，没有。金小雅，你到底跟我女儿说什么？真的没跟她说什么呀？都是你搞的鬼啊！这都什么狗屁故事？这个混蛋，混蛋！蕾蕾妈。 现在咱们找蕾蕾最主要，都找到之后，你怎么打我骂我都行。蕾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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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蕾蕾。 蕾蕾，这么晚了，你站在这儿干嘛呀？啊！吓死妈妈了！吓死妈妈了！吓死妈妈了！
蕾蕾妈，你到底跟我女儿说什么了？她现在连院都不想出。蕾蕾妈，我真的什么都没跟蕾蕾说过。你什么都没说？自从你给她讲的故事，她不吃药、不吃饭、不睡觉的，你到底给她换成什么迷魂汤了？蕾蕾妈，我觉得蕾蕾她不快乐。其实有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影响他的健康状况。您看，现在孩子们都已经休息了，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再说？我不，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，让大伙儿听听你怎么鼓捣我女儿的。真的不是我，我之所以说蕾蕾她不快乐，是因为她自己跟我说，她说你不是她妈妈。我不是她妈妈，谁是她妈妈啊？她说她妈妈被老妖婆吃了，你就是那个老妖婆变的。但其实胡说八道，金少爷，我告诉你，再说我金少爷，我真的。你干什么了你？你给我滚开，关你什么事？凭什么打他？我打的就是他，不要胡说八道。他利用休息时间陪着你女儿，你还打他？他活该，他是我女儿，说我是老巫婆变的，我女儿怎么能这么说？蕾蕾妈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真的没有这样教过蕾蕾。我女儿从来没这么说过，蕾蕾也这么跟我说过，你自己去问你女儿去。好，你们趁人都欺负我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去院长那儿揍你去。告不告随便你，但你现在必须向我同时道歉。门都没有。报警！哎呦，你还敢报警？你报一个给我试试！啊！哎，你干嘛报警？这，把手机给我捡起来！门都没有！哎，孩子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你怎么还动手啊你？都给我闭嘴！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滚一边去！麻烦帮我报警。我来替你报警。谁敢？谁敢？给我报个试试！怎么回事？这有家属闹事。小好知道你今天过生日，非要让我们带他过来。啊，另外我的确也有事要跟你说。可是精彩都只是一瞬间，转了几个弯，回头才发现每一段都有你的成全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做错呀。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，你能干又上进，而且还有能力。你救了那么多的孩子，在他们眼里你是一个大英雄。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，却在找寻同样的脸。离开你的每一天。你是要走了吗？可能下个月吧。能给我个理由吗？你觉得需要理由吗？如果你硬让我说一个理由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厌倦了，我厌倦这种生活了。我觉得我已经不像我自己了，所以我要出国深造，重返社会。医生，哎，我正找你呢。蕾蕾情况怎么样了？本来退烧了，又烧起来了。你的人和我的人都被院办带走了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
干嘛去啊？我打架去。打什么架？我闺蜜唐家被人给打了。什么情况？她被患者家属给打了。站住！坐下来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。上好你的班。你闺蜜谁啊？闭嘴！他们凭什么投诉我们？副院长，您可以下去问一问其他患儿家属，小雅为她女儿花了多长时间？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患儿家属把你们投诉了，而且确实是你们没有照顾好孩子，造成了二次感染。这还讲不讲理了？明明是他自己打电话没注意到孩子溜出去，怎么也怪上我们了？患儿家属还反映你有打人的问题，你打了吗？副院长，我从来没打过人，是他们先动手打了小雅，小雅脸都肿了。我说我要报警，他就冲了上来，确实，我轻轻推了他一下。已经把你告到局里了。恶人先告状。那你想不想跟他们和解？怎么和解？向当事人赔礼道歉。我不和解。副院长，如果当医生一定要接受这样的羞辱的话，这个工作我不要也罢。小佳。还挺倔。李夏，总来这儿。说你还想往哪儿走？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说两句？这次你必须认错。我凭什么认错？你还在轮转期，他都投诉到卫生局去了，你难道真的想被开除吗？就算他今天把我开了，我也认了。哎，你不要再这么任性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你是我谁呀？我是你老公呀。你是我老公，你不问我我有没有受伤？不是，佳佳，你没事吧？佳佳。你没事吧？完了。我不是不问你，我看你跑过来这么快，说话这么大声，我不是以为你没有什么大事吗？什么叫没什么大事？非得头破血流吗？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真的不能因为你的任性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人身安全、我的道德品格都比我的职业重要？不是，唐雨佳，我怎么就跟你？这样行不行？我私底下去找那位患儿的家属，我替你去向他道歉，可以吗？你凭什么替我道歉？我是你老公呀，我可以代替你呀。你代替不了我，本小姐不认了。哎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发什么脾气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为你好。